今日收到睇到新聞，我覺得是很鼓舞的，就是見到阿毛即係喺一個清醒的狀態咯。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好積極的一步啦，希望跟住落嚟嘅醫療方案啊、康復嘅方案可以更多咁樣幫助到佢，令佢盡快康復。我睇到嗰度咧就話你其實都提供咗唔少協助俾 Mira 同埋啲 dancer， 係咪咧？哎呀，其實冇啊，喺 social media 已經講咗噶啦，咁多就咁多啦。其實唔係啲咩幫助咯，我覺得係喺呢個行業當中應該要做嘅，即係大家都係同行，跟住當有一件不幸嘅事件發生，喺第一時間自己做到啲咩就做啲乜嘢啦。咁正如我過往都係當我有事嘅時候，都係好多人伸出援手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分內事。他們現在的狀況，我覺得他們在這個階段需要多一些空間和時間，我也有跟花姐都有聯絡，都知道他們一直都大家都互相支持大家，歌迷又很疼他們，所以我想要給多一點時間，我也沒有刻意 去打擾他們。原來是世間太荒謬，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與溫柔，每個爭